梦想，自信是我的翅膀。已故歌手李玟因为国籍问题无缘获颁金曲奖特别贡献奖，但为了缅怀金曲奖特别安排演出桥段，请来李玟多年好友王力宏献唱，却引爆网友不满。我说最近发生的事，你们甚至比我知道的更多啊！我做过什么，我自己也是看新闻才知道的。先前才挺过婚变风波，直到13号金曲奖公布表演嘉宾时，不少网友表示，以外遇者来向疑似因外遇而悲伤离世的人致敬，真的很讽刺。主持人是黄子佼跟 NONO 对吧？那表演引言人会请李静蕾吗？相关话题争议不断延烧。事实上，王力宏和李玟结识30年，交情不在话下。当时李玟奏事，他也在社群发长文痛别挚友。对于接到邀约，王力宏也坦言心情非常复杂，希望透过演出让大家再次感受李玟对音乐的无限热情。不过这次网友们却不买单，各方面意见我们都听到了，而且 也充分理解。整件事情是因为制作单位跟家属他们愿意要这样做，那我必须尊重制作单位的专业，也必须尊重家属的想法。争议延烧2天，歌迷吵不停，甚至要求换人。李玟的二姐则无奈回复：“怎么还在闹？”并表示没有资格去评论。家人都是本着感恩的心，如今只希望风波尽快平息。三立新闻刘双佩华台报道。